《霸剑消魂录》是一款以重现经典奇幻武侠风格为目标的 3D 角色扮演游戏，玩家将在其中扮演在绝谷中长大的少年生子俊，在一场壮大的旅程之中寻找真实自己与被遗忘已久的惊天秘密。《霸剑消魂录》支持鼠标键盘与 Xbox 手柄操作，玩家将操作游戏主角生子俊，在以古代中国为背景、栩栩如生的游戏世界中探勘，借由四处探勘与其他 NPC 交谈、收集道具及触动机关等方式，让剧情逐渐前进，并借由丰富的剧情与充满古风的对白中，享受精彩绝伦的冒险故事。以广大的中原地图作为游戏的舞台，玩家将在其上发现一个个精致且充满幻想的场景。除了精美重现的古代风情城镇之外，这场上天下地的旅程也将通往许多超乎想象其外的之所，让玩家享受幕幕侠界的探勘体验。冒险之外的游戏操作集中在主接口，玩家可以轻松经由数个页面全盘掌握你们角色的状态、设定装备、使用道具、调整战斗时使用的队形以及兵法策略，而在客栈休息时更可使用奇妙的炼化机能来寻找万物之灵。玩家将会在中原大地图与场景内遇上挡住敌人并进行战斗，并借由击败这些敌人来获取强化自己所需的历练与道具。玩家可在半实时进行的战斗回合中，以攻击、绝学、道具、防御四个指令指挥最多五名我方成员与最多十名的敌人交战。玩家必须掌握敌我特性，适时搭配战术与各种绝学来克敌制胜。一气成事万事，一剑梦回千秋。霸剑消魂录秉持传统武侠风味，期待能让喜爱武侠与神幻的国风玩家们跟随生子俊的步伐，享受一场隽永而且回味无穷的精彩旅程。